嗨，那等一下这个通告的最后呢，也会挑选出一位的幸运网友，让这个燕姿来亲自解答他们的问题。是 ，OK， 没问题哦。好，那燕姿要聊一下这个刚刚的新专辑发行，也举办了这个台北跟高雄两个地方的签唱会，感觉开心吗？跟歌迷碰面，很开心。还有牵到手软吗？有点肿的感觉，然后他们就开始捏说：“哎、欸，你有肌肉。”我说：“签名签出来的，签名签到练出二头肌啊。”这也是一种始料未及的收获。对，所以你这样左右两边不平衡怎么办？就会一边比较粗啊。对，就一边有练出肌肉。对，那就下次练习用左手牵。那可能歌迷会推我哦，因为会牵得怪怪的，是不是？对。不过呢，燕姿这个新专辑主打歌《克卜勒》，然后呢，《天使的指纹》，很快是要来到这个第三波，一首我觉得不是的，对，很有速度感的歌，我好喜欢，我觉得好耐听哦。对，这个是那个陈振川跟这个伟松老师两个人的音乐创作，也是希望呢，这个我们在不管什么时候呢，小小的力量累积都会变成无限大的力量。是，所以今天呢，要这个燕姿麻烦帮我们这个做一个无限大的这个发光发热的希望小树苗的一个栽种的仪式。好，所以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请帮个忙把这个克卜勒的这个宇宙小树呢，我们给呢到送到台面上来。好，那舞台上我这个帮燕姿呢准备了这个小树，邀请你呢帮我们这个移植一下盆栽。你种过树吗？没有，没有，没种过。要把它这个从这个小盆栽里面呢移到这个大的盆栽当中。对对对，所以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稍微有准备一下手套，然后呢有这个一些小土铲子，就麻烦这个燕姿等一下把这个小树苗呢给栽种下去之后呢，我们再帮忙把这个土给补满。好好好，来来，我们现在外科手术的嘞哈，我们这个树木的医生。要来准备进行我们这个小树的盆栽移植，克卜勒的无限希望之树。对，然后燕姿 slow motion， 这个段落我们快快种，但慢慢来哈。好，来来来，想说好有意境哦。好，快快种，但慢慢来哈。啊，很难。好，对，燕姿把这个小树呢，这是发财树。好，希望这个新的一年2014年呢，有了这个孙燕姿的小树加持。大家做什么呢都能够有什么。来，燕姿吼，左边、中间、右手边，对吧？啊，他很认真，有没有？好，来来来来来，来，就我们把这个树移到这边来，可以吼。好 ，OK， 差不多了。来，最后呢，把它给补满，耶、yeah ！哇，孙燕姿做菜也是会这种感觉吗？定点看对，好，定点看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孙燕姿呢，今天化身为可爱的小园丁。带领大家呢种下这一棵希望无限大的小树，那这个小树呢，大家这个拿回家呢，好好的栽种一下，希望能够呢，带着你们的奔向了希望满满的大未来。对对对，稍微的拨一拨，把这个土壤给拍实之后呢 ，OK， 好耶、yeah、，OK， 我们这个发财树呢，恭喜孙燕姿已经这个移植成功。